来吧，好紧张哦。就这样，比我想象中还要没内容，但是 teaser 好像本来每次都会这样的感觉。但是刚刚那个配乐下来之后是蛮让人鸡皮疙瘩的，只是最后好像以为要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就结束了。然后唯一有露脸的演员是阿拉丁，是一个叫做米纳马苏，我不会念他的名字，一个埃及裔的演员演的。我觉得平常造型其实还蛮帅的，但是刚刚那是戴发箍吗？他那是发箍吗？那个造型感觉不太对劲。不过我不知道，可能到时候画面更多之后会更可以知道他到时候在电影里面是长什么样子。啊，另外还有出现一个非人类角色，就是拉狗。那个 Jafar 的鹦鹉应该是他吧？你有看那个羽毛的配色是一样的。哇，这个预告给人的线索实在太少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去分析的地方。但是可以感觉得出，他整个世界观是还蛮还原度蛮高的。就等正式预告释出之后，我应该是会哭啦。毕竟刚刚那个主题曲一下之后，我就有点鸡皮疙瘩了。好，那就今天预告反应就这样。现在就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威尔史精灵了，完全无法想象威尔史密斯演精灵会是什么样的感觉。Whilst I illuminate the possibilities, well, Alibaba had.